公寓一起发布四海之公民为都市的安宁小姐保驾护航。各位好，科学红肿、疼痛、近视等。第二，肾脏损害，要分明血晶在肾脏沉积、凝聚、渗血时，肾功能损害的严重时，甚至可能会导致肾衰竭。三，心血管疾病，肝脏衰竭症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密切相关，如肝硬化、冠心病、脑部症等。那么，少年肝脑衰竭怎么产生的呢？一、不健康的饮食习惯，如果长期过量的摄入各种高蛋白食品，像鸡、鸭、鱼、牛、羊肉、海鲜以及五花八门的饮食，生蚝等高嘌呤食物就会导致肝脑衰竭症。同时，饮用各种各样的奶茶、碳酸饮料、高脂的饮食，就会促进尿酸的吸收，不利于它分泌与排泄，更有甚者，直接把饮料当水喝，饮水减少。尿液高度浓缩，不利于尿酸的排泄。二、不良的生活作息，电子产品已经成为当代人经验的必需品。上网成瘾，长期熬夜加上缺乏运动，就会导致机体代谢紊乱，容易出现肝脑衰竭症。同时，长期的熬夜会使人体血神经调节紊乱，也会引起体内尿酸排泄减少，电尿峰值自然而然就不升高。三、未控制体重过度肥胖，有研究报告，体重肥胖的人尿酸值都会高于参考值，而且越胖的人尿酸值也会越高。尿酸过高朋友应该怎么做呢？在饮食方面要保持饮食要营养均衡，多吃果蔬，多喝水，尽量少喝碳酸饮料、奶茶、饮料等。
第二节同学在运动方面要进行体育运动，例如跑步、游泳、打球等，拒绝参加各种场。第三点，生活作息方面，每天要保持充足的睡眠，拒绝熬夜的坏习惯，做到日常生活三十九度。首先，青少年要身高要记得管好嘴、慢开腿、多喝水、常坚持，让高尿酸血症远离我们。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维生素 E 一广播，以下为由 FM 103.9回收天空广播制作播出。欢迎回来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兴趣大喇叭，我是103.9回收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之家。如果您对此节目有什么建议，欢迎搜索103.9温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，也是进入兴趣广播公司给我们留言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。兴趣之家责任编辑孙杨，节目监制北方吴顺，感谢您的收听。兴趣对生命最深刻的爱护，它是一刻不停的坚定守护。温州。科学红肿疼痛进行的第二肾脏损害，要分别解析在肾脏前期引起肾结石、肾功能损害的严重时，甚至可能会导致肾衰竭。三、心血管疾病，高尿酸血症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密切相关，如高血压、冠心病、脑卒中等。那么，青少年高尿酸是怎么产生的呢？一、不健康的饮食习惯，如果长期过量的摄入各种高蛋白食品，像鸡、鸭、鱼、牛、羊肉、海鲜以及五花八门的饮食，刚好的高嘌呤食物就会导致高尿酸血症。同时，饮用各种各样的奶茶、碳酸饮料、高脂肪饮食，就会促进尿酸的吸收，不利于它分泌与排泄。更有甚者，直接把饮料当水喝，饮水减少。尿液高度浓缩，不利于尿酸的排泄。二、不良的生活作息，电子产品已经成为当代人青年的必需品。上网成瘾，长期熬夜加上缺乏运动，就会导致机体代谢紊乱，容易出现高尿酸血症。同时，长期的熬夜会使人体血液中尿酸紊乱，也会引起体内尿酸排泄减少，肾尿酸值自然而然就会升高。三、未控制体重过度肥胖，有研究报告，体重肥胖的人尿酸值都会高于参考值，而且越胖的人尿酸值也会越高。尿酸过高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在饮食方面要保持饮食的营养均衡，多吃果蔬，多喝水，尽量少喝碳酸饮料、奶茶饮料等。第二点就是在运动方面要进行体育运动，例如跑步、游泳、打球等，拒绝参加各种场。第三点，生活作息方面，每天要保持充足的睡眠，拒绝熬夜的坏习惯，做到日常生活三十九度。首先，青少年要身高要记得管好嘴、慢开腿、多喝水、常坚持，让高尿酸血症远离我们。
温州。